商务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一至五月，全国实际使用外资3551.8亿元，同比下降3.8%，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个百分点。五月当月，全国实际使用外资686.3亿元，同比增长7.5%。今年一至五月，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%，其中信息服务、电子商务服务、研发与设计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2.3%、67.9%和49.8%。